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往下看下去哈。好，我们回到这边来，一样到第二个任务，怎么办？我们任务还有很多呢。来，那么如果你没有字幕的，诶，在这边呢，哈，像这个，像这一段就是没有字幕的。我这里有一段，你没有办法的话呢，诶，其实预设的话，它应该是可以帮我们做啦，只是有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哈，有时候不行。来，我们看一下这里，好，换成这个。这个也是我以前因的，为这个但是软这体的个是话，其没有实字幕的。它更新的速度很快，它已经好，推出我五得年了。想一下这在哪里。好，我想到的，这在 这在片尾哈。好，一样的，他说没有，对不对？然后诶，我看一下哦，在这里，我记得他有一个是会自动。问我要不要自动选择？我看一下是不是因为停用的关系，页面摘要。好，我先把总是我先打开一下，这个我确认一下，我有点忘记了。OK，我把它重新整理。因为这个软体的话，其实因为它我记得它有一个选更新项。的速度很快，它已经可以推出五年喽。去但是做，呢，一哎，直还在零好，点点到这一里，级的版本，所以你就发现它距离还是一他点把那个真功的能拿还掉很遥了，哈哈，远。可是没字幕它的档。功能其依实你然看很它好。上面也会告诉你的哈，就是你想有看没有看字哦，幕，它我们在这边就是可剪接以影片。有跟你说明。哎，糟糕，它现在这个真的不见了哈。因为之前它有一个功能是，你可以要它去看这一段影片，去产生出来。所以你看，我又没有更新到了。好了，那没关系了哈。所以这个部分我会再去找一下哈，因为没有字幕的影片其实还是可以摘要，只是它的速度相对会比较慢一点，啊，相对比较慢一点点哈。它会类似像我下面这个。下面这个一样，就是它其实还是会有，只是说，速度没有那么快。那这里呢，我们刚好早上已经有同学问到的，对不对？就是怎么折叠，然后也有讲的怎么产生目录嘛。所以如果说，诶，你要产生的话，你可以自己在这边哈，自己再试一下，这个应该没问题，我就不用再讲。那我这边多做一个哈，我先把那个目录产生出来，我多做一个，是因为我们的目录这个斜线 table，好，帮我产生一个目录。我们在这边呢没有错，这里是不是产生超链接？按下去，可是你有没有发现这里好像少一个东西？就是我还得自己再慢慢爬回来 所以如果说你想要增加一个，我们很多网页不是有一个叫做返回叫做什么返回页面顶端，或者直接用 Top 有没有类似这样的功能？我们在 Notion 里面行不行？也可以哦，只是它没有内建的啊，哦，它没有内建的，所以还是你必须要自己去增加出来，好，那所以我把这个部分呢、啊，如果你有需要这样的动作，这里有一个网页，好，教学的网页，好，你可以点过去，虽然是英文的，哎，就是我们要这个，那没关系，英文的还是可以看嘛。第一个，请你先取得你现在做的这个页面的连接。好，你做的这个页面的连接，那怎么去取得？你看左手边，在页面的左手边，哎，不是，这不是左手边的哦。来，我们看一下，在这里，我现在是任务二嘛，所以我就在这边，这里有三个点点，对不对？点下去，你就会看到刚刚画面里面的，
因为每一个页面都有自己的连接，所以你就把它复制起来。好，所以麻烦各位啊，你先找到这边。好，等于这个页面的返回顶端那个部分，其实就是回到这个页面的意思。好，请你先找到哦，哈，在页面左手边的页面三个点点这里按下去，找到 copy link。那有了之后呢，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步骤，你就看你哪个地方要返回这一页，就把它贴上去，然后你的超链接的名称就叫做回到最上方。就这样子而已哈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，它其实也不难啊。那你看我在下面把它 Ctrl 加 V 贴上哦，好进来的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告诉他，我要边连接到这个页面，哎，连接去，好，有了。但是这个现在它会自动抓我们的标题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你看我滑过来，告诉他这里，哎，等一下哦，滑过来。哎，我看一下啊，再一次哦，贴上，好，哎，link，我看我不要用 link 好的，我用取消的哈，反正它还是有超链接，有没有？我用取消的就好了哈。来，各位贴上之后，你先选最下面这个，就是要做任何改变，滑过来，你再编辑它，有没有？滑过来这里会有叫 edit，编辑，那你就可以指定你的超链接的名称跟连到哪里？好，那我把这个把它改掉，叫做这类上去，好，top，这样就好了。按个 Enter，好，这样我就有那个功能哦。你看，滑过来按一下，滑过来按一下。喂，为什么不会回到上面去？我有做错吗？文章重点，highlight，点一下，诶，没有返回到最上面去。有点奇怪，我再确认一下啊，抱歉，这里。点下去，哎，难道生不能用了吗？应该是可以啊。link，对啊，这个只要放在下面就好了。那我们看一下这边，它有一个 demo 的，我看有没有不一样。好，我们卷到下面，这里有一个 back。哎，回去最上面有，它其实是有回去，但是回去的地方好像有问题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它这个它没有内建这个功能的哈，比较可惜。但是就是你是透过刚刚这个方式去连回去的，所以是我页面高度不够吗？应该不至于。好，各位，你可以稍微试看看，看看这样子有没有问题哈。因为如果你页面比较长的话，其实就比较不用说啊。我看一下，返回这里。所以如果在这边按下去，按下去，诶，奇怪，因为它上面这已经有了，所以其实应该是刚刚是有成功的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它没有跳过去哦，还是我在这里？点它，我在这样的状态下来复制，好，再贴一个，抱歉了哈，这个连接到这个页面，按下去，好吧，不好意思，这个我再来确认一下。好，好，那我们的任务二
我就先暂时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喽。让大家呢先知道它有刚刚这些功能啊，那折叠的这个应该比较没问题。好。